太好了，马上就告诉你。还有空蛋啊？什么石呢？石头的石，真实的石。哦，血肠你吃吗？这个。哦。嗯。血肠，它这个玩意儿不叫那个什么鸭血还是猪血吧？猪血，血肠，但这盒看有点恶心，我是不建议。这咋还恶心呢？啊！哎，我没吃过，外面是包了一层肠。就是肠啊。是他本人的肠吗？他本猪的，肠啊，这把肠。他本人的肠，但是不是本来就长这样？是灌灌进去的。我没吃过这种。你想尝试？哟，来到了毛血旺，吃到了。不一样的，嗯，走，拿回去吃。啊、不是，这是就这么吃吗？不食不煮一下啊？它就煮煮过的，不煮是液体。No！ 不是吧？它肠没熟啊？熟了，都是熟的。不是啊，那你说我们涮火锅的时候那个血。它不也是凝固了的吗？它不也凝固了吗？生的呀，它是蒸过的，蒸过的。No！ 就吃熟的，我能害你吗？走，咱们上桌，石蛋也给你拿着。石蛋是什么？走。太多了都。太多了，给餐桌吧。快过来。维多利亚女士，过来吃血肠的。躲避呢，我感觉。对，她在躲避。我感觉你在躲避。我们能为你做什么吗？那个，你们家有那个对空气炸锅的那个纸，一个够吗？差不多吧。嗯。呀，他这话就有点过分了。哎呦，看上去现在有点厉害了啊、哦。这个橙色看上去有点黑暗了啊！来吧，兄弟姐妹们，还切呢！哎呦，完了呢，撒奶酪！我来，可以了哈，给大家看一眼，多少度啊？180度，15分钟吧。可以了，就这样。可以。来，你好，你外卖到了。我黄瓜火腿肠到了啊！哎呦，真香啊！我先把刀洗。我帮你削土豆皮。哎呀，你这道可以用勺子垮那种吗？可以啊，我小时候就用勺子，是不是？我小时候也是。对，我老爱吃火腿肠了，我感觉火腿肠老好吃。火腿肠是好吃的。这是鸡肉的那个。这是鸡肉的。尝一尝。哦，小时候那味道。对。但我觉得其实肠啊，它就得有点淀粉才好吃。就是好多都是那种纯肉的。纯肉的就差点意思。你看你如何那个啥，对它有什么期待？对。吃猪肉吗？你可以吃猪，反正也没有什么猪肉，这就是淀粉。我还只能凭借记忆去做，因为我好几年没吃了。我也是凭借记忆啊。呜呼！让我来看一下我的派。呜！如何？